这次要做的是软心，对，我刚刚想全部的收入捐给社福团体。啊，这个好。Go！ 今天来这里是要做福袋，而且不容易哦，你们要自己做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边有工厂女工啊，吉吉的女儿嘛。哎，你很稳呢。哎呀，怎么啦？100分。他可能开车开很久。我是老司机。李威哥哥，你不能今天来，然后明天就请假吧？你要不要找代班？哎，已经早安。已经就是我跟你做事，我看电视跟你做事。你赶快做起来吼！你们早上几点要工作？3点多。3点多对吧？羊是动物，所以它们一定会有排泄物。吸珍奶、珍珠奶茶。你赶快去准备你的珍珠奶茶吸管吧。